来到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。高兴来到澳大利亚，看到这个潜水艇第一次，很兴奋。这个潜水艇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好久以前就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潜水艇里面的情况，今天实现了这个愿望，真的太好了。风椅上真的好兴奋哦，我也要当船长，耶！博物馆里呢，我们非常荣幸可以有不同的员工，他们可以讲中文的服务你们的人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以中文翻译好的小册子，还有一些标识，以及一些视频，都是用中文。因为我们是从中国来的，那么到澳大利亚来的话，我们对这边的语言不熟悉，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标志，方便我们进出。我们这边有不同的礼品，所以说如果你来到这边的话，应该会找到你们要的东西。而且增长了我们很多的见识，景美，人更美，谢谢。对对对。